你老过来过来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上午我们醒来就要准备吃早午饭了。米老这边，大家都在这边醒来在等早午餐了。我们先去把米老遛一下，等会儿准备拆包裹。走，米老。中午就开始拆包裹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批了，因为我们先要离开这边。哦，这是那个杯盖儿，因为我那个杯子盖儿没给我发，又重新给我补发了一个杯盖儿。这个是个什么？哦，这个还挺快的，给他们几个小狗买的项圈，发光项圈，感觉还可以。这个发光项圈应该是云光，很均匀的光，不是那种 LED 很明显的，粉色的、橙色的、绿色。啊，让人期待的早午饭，又是汉堡。这两天汉堡王吃的有点扛不住啊，死循环。现在外边太阳很好，你看我们这个表啊，是真的是彻底坏了，现在它显示的是100%，但其实呢，我们刚才把这个空调打开已经用了好久了，这个目前有89%的电，用的1.6千瓦，就我们车上的所有东西我在死命的在用电，这样呢我们才能开出来充电的效能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有89%886的电。我们去看看半仙儿的那个，哎，不在车里啊，他现在目前是有在开空调，所以他这边发电在发的168、190、200。刚才他说他这个发到就是全部关掉之后啊，发了540。小仙儿你好。摇尾巴。好可爱。好嘞，车上待着吧。他这个发到540，我们回去把所有的闸都拉了，看看今天是大晴天。虽然不是正照的吧，但是应该能看出来能发多少吧。我们现在来干两件事，第一件，逆变器关掉，然后再把这里的12伏关掉，这样的话我们车内可能会有点黑了。但是，哎呦，打着光的盖子，找到了。好，现在属于是几乎是属于全车断电的状态啊。我们再看一下现在，哦，是能发到504瓦。啊，这样可能看不太清啊，我忘记是怎么开那个什么了，怎么开灯了？哎呀，重置了，完蛋了，我又要重置控能器了，刚才按错了。能发到521瓦。现在目前，所以就是这个发电量我已经相当满意了。又开始热起来了，大家都不在外边坐，都在车上，凉爽着呢。我们要找一下我们的衣服。差点掉了，我天，好烫啊这东西。没个支架啊，有支架吗？靠着墙。好。掉低了，亲，把我们的衣服拿出来，先收回去。我们等会儿去拿一块板，因为我们，要改一个投影仪的台子。先把它放在车上。这个是我的，这是一块板，是我的这个厂家给我又做的。因为我这个我想装一个那个什么东西嘛，这种木材呢只有他们原厂才有，所以让厂家又给我重新做了一块板。那他们的售后其实在这方面还是很不错的，你只要有提出建议意见，他们都会帮助你。有时候需要付点钱，有的时候是不需要付钱。
这里是什么？哦，螺丝都给我带好了。我天，细节做的太到位。然后还给我寄了一个新的水喉，因为我那个水喉上次不是坏了吗？哇，全新的，可以。这块板跟我车上的家具是一模一样颜色的，所以装起来呢，会比较好看一些吧。干活去了吗？啊？你这够速度的呀！噔噔噔！昨天说的，今天到。我看换了吧。你看这个，你看，它这个上次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有点渗水。我换个新的。因为这个东西你也不能随便换，那换完之后啊，卡不到这个槽里边就麻烦了，所以只能用这一种。可以了，这个我们就有淘汰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要装在这个位置的，可以放投影仪的板。但是呢，我之前忘记了，我在这装竟然装了一个空调遥控器，所以我们要把空调遥控器拆下来，然后把它装上去。手电钻拧上去的，这路再用手动拧出来。这个我们再改个地方装吧。我的手电在后边，懒得拿了。手拧吧。啊，平白无故多两孔，但这个先放着。主要是看一下这个的位置啊。然后先把我们的传家宝系列先拿开，放在这个位置高低差不了多少。这个灯看来我们要换个位置，不能装这儿了，它要再低一点装，大概装在这个位置应该问题不大吧。好，我们就大概把它装在这个位置，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啊它是平行的，可以看，就到时候我们在这个上再给它调整角度。哎呀，不行，得含底座，搞不好我还得安个底座在这个上面。算了，90度的角装这么高的问题不大。三颗螺丝，哦，这个墙上只打一颗，主要两颗是在这个墙上。这些东西啊，你只能是问厂家配套要，因为你在外边是不可能买得到的。他带着螺丝应该是没问题的，两块板不会拧穿的。我先拧一颗吧。这比较难弄啊。哎呀，只能手动拧，而且这个螺丝感觉好像也不太好了。把它找平了，应该是平的，没事。好，一颗螺丝固定位置，那下边这个孔啊，到时候还得用这个盖盖上，这样的话就比较美观了。想得很周到。最后一颗，这个有点不太好拧啊，因为它是铝板，不像木头那么好穿。我们把这个安装完之后啊，就把这个小帽上，这样它相对来说会美观一些。可以，但是我们还得想办法把这个空调遥控器还得换个地方，哼哼，不能放那儿了。我换在这柜门上吧，干脆。哦不，它会影响开门，不行。等会儿再说吧，我们先把这个投影仪先装上去，不管怎么说，先放上去。哎，这个长短吗？刚刚好，你看，长短是刚刚好。但是我要让它斜着的话。不行，够，我们需要调整一下，看这个什么位置才行。